先把这个把手拿出来，然后找一个像这种工具，把沙发这里这颗螺丝拧松，拧松它就可以了。拧松它之后，把沙发这个端头的线拔出来，拔完之后就把它拔出来。然后电门锁这里也有一颗螺丝，这里有一个螺丝，找工具把它拧松，拧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端头拔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把它安回去接上，就等于说是换了个新的了。这里箭头要对准箭头，然后把这个沙发也这样装回去，这样装回去。这样子，然后这个装回去就可以了。